19年前大红的偶像剧《流星花园》而爆红的团体 F4 是多少女日思夜想的对象。在团体解散之后，除了曾经在江苏卫视的春晚上有合体，成员们都很少有互动。没想到近日江苏卫视1001夜节目在官方微博上宣布 F4 将于本周五30再相聚，让粉丝又惊又喜，直呼圆梦了。图片来源江苏卫视1001夜官方微博。石星向下三角1001夜的官方微博上放上了四人为了节目预录的宣传影片。时隔7年 F4 再相聚，尽管四位男神有些已经升格当霸，风采依旧，帅气程度丝毫不减。影片里面让四个人和大家一一问好，并和粉丝约定不见不散，让粉丝们超期待。图片来源江苏卫视1001夜官方微博。粉丝们纷纷感叹终于有又等到合体的一天了，期待再次合体，想听他们说大家好，我们是 F4, 等到 F4 重聚，真的算是圆梦了。我的初恋，我的少女时代，我的整个青春，太开心，太激动了。四位冻龄男神，我的梦想又回来了。